哎，勇哥，你说咱跟这儿被子叠的跟那个新切的豆腐块一样，早上7点必须出逃跑圈，吃个稀饭都得摁着脖子掐着点儿，咱这不是来当兵来了？你丫就是一傻逼，你就是一打架斗殴的犯罪分子。 有你的呀，勇哥，你想过没有？我们出去以后，想什么想啊？ 我蹲耗子时间还长着呢，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行？要我说，咱们出去以后就改头换面，从你老改犯出去能干什么？要钱没钱，要文化没文化，你能干什么？到头他妈还不是得混黑的？打架、抢钱、偷钱包。我靠！你。 你能不能看起我点儿？我是没文化，家里穷，但是我能重新做人。我有力气，我出去以后学个厨子，掌勺，再攒点钱，在街边开个小馆子，说不定以后还能开大饭店呢。呸！我告诉你。 在我眼里，抢钱和开饭店，他妈就是一回事儿。不，开饭馆头，跟我爸一样，辛苦一辈子，开个早餐摊儿。 到头还让城管把腿给打折了，操！要我说，还是抢钱来得快，活得自在。人这一辈子就得刚，不能服软，不能怂。冰糖，嗯。 大家好，我是给你们辅导这次活动的吴老师。我向吴明明，我们少管所的领导，为你们精心安排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叫做“生命导航”。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鼓掌。生命什么玩意儿？导航，开车的。 是你们的大伙伴，杨哥。
我们今天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好伙伴。杨哥在想，在场肯定有不少伙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深感迷茫和挫败。在我们正式活动开始之前，台下有哪位伙伴想分享一下他心中的迷茫和困惑吗？很好，请到台上来。我认为你们就是一帮傻逼，我们根本不需要被你们洗脑，也不需要你们虚伪的帮助。你们和这群人一样，都是一群骗子，你们就有钱人走吗？大老板一死，大老板一死。前辈，刘教官，请留下这位伙伴继续参加我们的活动吧。我想，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不就是在于认清自己吗？这位小伙伴现在正需要我们大伙的帮助啊。赵老师，你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一个害群之马。哎，没事的没事的，年轻人嘛，气血方刚，他们这个年纪啊，正是接受教育的关键时期啊。我们不要遗留下任何一位伙伴才是啊。拜托了刘教官，拜托了。刘教官，喂喂，你要注意点。杨哥宣布生命导航正式开始。伙伴们，你们之中谁力气大？董大牛啊，大牛大牛，力赛蛮牛啊。请董先生上来帮杨哥一个忙好吗？谢谢。来来来，董先生请上台。杨哥可以叫你大牛吗？好 OK， 请大牛试试看，用这根看似柔软的塑料吸管，能不能将这只苹果穿过去？来，试试看。继续试。不行。这样吧，大家都来试试看。操，这肯定穿不过去啊，耍人呢嘛。这位伙伴，你叫什么名字？这是我们勇哥。小李勇，怎么着？好，勇哥，来试试看。继续试试。勇哥，插穿苹果的关键所在就是要一气呵成，不要质疑自己。勇哥，杨哥看好你，你一定能行。勇哥，别听他眼下逼逼，别吵吵，做你自己事儿。
我靠，勇哥，可以啊！太好了，伙伴们，快看，勇哥已经成功了，大家要向勇哥学习啊！哎呀，大牛，你也成功了，太好了，大家加油！我靠，穿过去穿不过去有什么用？捡起来，多浪费苹果啊！勇哥，让你捡起来呢，听见没有？先停下，听杨哥说。杨哥是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简单的小游戏当中体会到强大。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有时候就差一个方法，就差一份执着。如果有人为你的生命指明道路，而你又能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那么你的人生终将成功。我们进行下一个活动，其实呢这个活动更简单，内容呢叫做连续报数。不过在活动开始之前，杨哥需要找一位团长。台下的伙伴们，有谁愿意做这个团长呢？有没有？伙伴们啊，做团长那是荣誉，是光荣啊！谁想来？我来。好，勇哥，请。大哥，我有话。还好，大牛，你想说什么？我也想当团长。当然可以，大牛，请。我叫董大牛，刚刚上台，在杨哥面前闹个笑话，也在大家面前闹个笑话，但是我想证明自己，我也想当这个团长。那你觉得做团长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刚杨哥说了，当团长是光荣的，我也想要光荣。行啊，大牛，那公平点，咱投个票吧，啊？好，请二位面朝讲台，投票开始。选勇哥了，
二位，请转过身来。大牛，别灰心，还是有人选你的。伙伴们，我们一起给大牛鼓鼓掌好吗？跟着杨哥一起做，大牛大牛你真棒！来，开始。大牛大牛你真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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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大牛你真棒。请大家现在围成一个半圆站好，团长站在半圆的中间。士兵报数，从一开始报到五百，每次如果谁报数停顿断了，重复报数。不仅所有人都要向杨哥手臂前伸鞠躬说愿赌服输，团长虚作两个副第二次第三次八个二个十个十五十六十七是愿赌服输鞠躬，团长请坐，两个俯卧撑。愿赌服输。一二三四四，你他妈是不是跟宇哥有仇啊？咱连赌都报不过去。输。不，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昌哥，他只是太心急了，对吗，昌哥？算了，别闹，没事，才四个，够练了。愿草书，鞠躬，团长请坐，四个鞠躬。愿赌服输。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鞠躬，团长请坐，八个俯卧撑。愿赌服输。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七。愿赌服输。团长请坐，十六个俯卧撑。愿赌服输。三百一十二，三百一十三，三百一十四，三百一十五，三百一十六，三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团长请坐，三十二个俯卧撑。愿赌服输。you
伙伴们，听杨哥说一句话：生命导航，我已经举办了许多届，像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说实话，杨哥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刚才几秒钟前发生的事情。杨哥很震惊，也很内疚。伙伴们，我杨哥作为你们生命的带路人，你们的导师，发生这种情况，第一个应该负责任的人是我，第一个应该受罚的人也是我。杨哥，我觉得对不起大家，我没有组织好活动。哥，我没有考虑伙伴们的感受啊。各位伙伴们，如果你们觉得做这个游戏受到了伤害，那就请上来打我吧，我杨哥绝没有意见。孩子，杨哥想让你明白，做领导者除了蛮勇之外，更多的是担当。你他妈干什么呢？你个骗子！放开勇哥！孩子，不是生杨哥的气，就打杨哥，打！我不就做了几十个俯卧撑，我都没说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把我当什么了？这个团长是我自愿的，我应该负责。我替大伙儿向杨哥道歉。你怎么疯了？我有责任，我应该受惩罚。勇子，我们是个集体，要受罚，我陪你。
孩子，杨哥敬你，日后必成大器。伙伴们，经历了刚才的突发情况，不知是不幸还是万幸。不过杨哥相信这次活动已经令大家终身难忘了。伙伴们，人活着是为了愉快和幸福，可什么才是真正的愉快，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我认为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不是你能赚多少钱，买多贵的房子，开多贵的车，幸福是心系社会。伙伴们，都醒了吗？接下来将是我们生命导航第一天的最后一个活动，叫做拥抱生命。大牛，请你上台给大家做个表率，请。牛啊，现在对着麦克风，想想你以后想做什么，怎样回报社会，来，给大家喊出来。我还没想过。大牛啊，你想想你身边的小事，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颗螺丝钉啊，我们都有自己一份可以做的工作，想想看。我想修自行车。大牛，你大点声，杨哥听不见。修自行车。听不见。修自行车。大声。修自行车。还好。大牛以后想修自行车。伙伴们，咱们给大牛鼓掌。请。啊，下一位。我想当厨子，我想开饭馆。太棒了，勇哥，加油！来，鼓掌。勇哥，你还是我勇哥吗？为什么？为什么？你个骗子！骗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求求你了！你们都他妈疯了，都被那个杨哥搞疯了，为什么？
你们要明白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并且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接受一切劳苦与压力。朋友们，只有这样，你的生命终将有意义。